5PP 公司于日前宣布，他们在 Xbox 360上推出的《秋之回忆》十周年作品《秋之回忆器打勾勾的记忆》将移植到 PSP 上，并且追加许多新要素、新歌曲，预定5月26日推出。玩家扮演的主角晴泽直树是个平凡的高二学生，在小时候与青梅竹马天川千夏开玩笑的打勾勾，许下了将来要结婚的承诺，但一位神秘少女的出现打乱原本许下的承诺。本作用了独特的打勾勾分歧系统为关键设定，在游戏中主人公是否决定要跟女孩们打勾勾将会影响到故事后续的发展。如果主人公没有诚心想要和对方打勾勾，则会发生特别的惩罚或是其他的意外事件。